老公睡了没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最近手头紧不紧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手都伸不开了。那太好了，跟我走。为什么呀？给你一个就业的机会。就业？上哪就业啊？我啊，这两天不是降温了吗？正好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，可以体现你的价值，去不去？暖被窝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么厉害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居然变聪明了啊！去年暖被窝的钱你还没给我呢。记账上了，记账上了。治什么账呢？赶紧给啊！那咱们两夫妻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们老夫老妻这点信任感都没了？哎呀，那200块钱不会差你的啊！不行啊，亲兄弟还得没算账呢，你给我算清楚。那你暖完了我再给你嘛。不暖，你不给我就不暖。那你说你去年工作态度是不是不好？你今年工作态度好了，我再给你涨点。我不信啊，你涨了又不给有什么用啊？给，要不这样，我拉钩。谁给你拉钩啊？拉钩没用啊！咱们夫妻俩就没信任感了，是不是？快点嘛！哎呦，老婆，你看我一年到头就那么几天能赚点零花钱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肯定要给我，不给我我肯定不去。给你给你啊！我等会就给你，行不？那行那行。真是，看你那小气的样，求你个老实赖皮啊！走走走，暖被窝了，哎。你都干两车了，你还嫌冷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怕冷啊。行行行，马上给你暖啊，一会儿就好。哎呦，那个温度给我保持25度以上啊。行啊，不要说25度了，50度都可以行。50度，你自带发热体啊？这么牛，你别光躺一边，那边也给我躺躺。行。我睡觉不老实啊。啊。嗯，两边都躺躺。嗯。给我瘦弱均匀一下、嗯、你这样子像蛆一样你放心啊，半个小时就给你暖好。半个小时，我看你15分钟都行了。 Later， 老婆你过来暖好了。这么快？嗯，不行你摸摸吧。哎，还真挺暖和的。那你过去过去让我暖。啥？行、啊，等会儿嘛，你慌什么、哎、你不给对吧？你信不信我把它掀开，把热气散掉？算你狠，算你狠，给给给给给，那给你给你给你，别耍赖嘛。那你过去一点，让我躺呀。行，我走了。你走啥呀？嗯、不是说给你暖被窝啊？我好了，我回去睡啊。哦，我晚上睡觉不冷的。不是说半个小时吗？哪里说一整晚了？那我晚上要冷的呀，你就走了。我钱都给你了，你想走啊？这是半个小时的钱啊，你一整晚得加钱啊。要多少？600块。这么多你坐地起价？什么你以为那么狠啊，一整晚要10多个小时。哎，我不要了好吧，你走吧走吧走吧。我巴不得呢。来来来，你进来啊，我走了啊。算你狠。